讲较袂输，敢若无你的代志共款。今日客人有这款想法，一定甲你有关系。刘佳瑶，你即马落去讲，叫伊个囡仔提掉，再收电了。谁卡电话伊？妈，你谁卡？拜托你莫电话好无啦？哎，我爸送啊！你是安怎？对我的小瑶瑶讲话遐大声啊？哈？是啊。哦，原来是迄个水瓶识识的人，啊，无怪啊。我看哦，是偷野。小瑶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的人哦，在伫个楼卡，我会当替你处理。妈妈，思思姐真正变做一个流氓款的，我用起来更加也伤心啊。无你这块的啊，是欠拍是无？想要和我生嘴皮？哎，小思思，哎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啊，别生气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小妹啊。伊今仔来找我，是因为要跟我讲一寡厝内底的代志尔，无啥。杨妈妈你好，嗯，哎，我叫做蔡金枝，金枝玉叶叶金枝。好，嗯 ，Carol， 嗯，你讲迄个纸片女伊破病，嗯，伊癌症复发，爱紧接受治疗。水啊，小瑶瑶，你回去哦，叫迄纸片女把囡仔提掉，你要生，我家你来生，来。啊？什么？袂用啊，思思，你袂用替生囡仔啦，啊，啥都袂用的啦，你看我无是无，哈？姚妈，我即马甲你讲正经的，我真正也比迄纸片女佫较好。你若是佫有淡薄仔智慧，你就赶紧叫伊离婚。我本来就叫伊两个赶紧离婚，是伊想要霸占人的财产，硬要甲 Carol 结婚。是安尼？嗯。这个查甫人。真正有够笨手的、啊！小子，这拢是误会，听我解释啊。但是不是参像我妈讲安尼，是 Carol 伊唔肯放手。伊讲哦，我若是要离开，伊就要伤害家己啊。哎，啊，恁两个是拢有查到什么好的办法无啊？啊？哦，三太。你就这么多书里面都没写到啊，这是这款镜头是要怎治疗啊？啊，就这么多，你真很心酸的。就对了，书啊借到这么多本，字迹我都不知道啊。哎，三太，你书你读到这么多，你不如你来看才对。我就在看，要不然我现在剩一粒目睭，看久头壳就会晕的。不行，你不能放弃。我是认为讲哦，我的办法较好呢，咱哦爱赶紧哦，赶紧找转现场。思思，妈。